来关心天气了。今天东北季风减弱，环境为偏东风，迎风面的东半部整天不定时有局部短暂雨，而北部跟中南部山区呢会是比较零星的飘雨，其他地方大致是多云到晴的天气。温度方面呢，夜晚清晨还是稍微的有凉意，各地低温大约21、22度，不过白天的温度会比昨天再更暖和一点。预估呢，北部跟东半部高温可以来到26到28度，中南部地区在29、30度上下，各地的日夜温差都还蛮大的。未来天气走向就看到了，明后天周一周二环境呢转为东南风，各地大多都是多云到晴，温暖舒适，只有东半部跟恒春半岛有零星的短暂降雨。不过呢，周二的晚上开始封面通过，东北季风增强，预计呢就会开始明显的变天了。周三周四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，周末以北东部和东北部气温明显下降，北台湾高温降到20度出头，而低温呢也只有16、17度左右，局部地区会再更低一些，而其他地方低温也都会下探20度以下。降雨方面，迎风面的北部和东半部有局部短暂雨，而其他地区呢还是多云到晴。下周四中部山区也有零星降雨的机会，而湿冷天气呢要到周五周六才会逐渐的回温。小叮咛就提醒大家了，今天各地都要留意日夜温差大，适时的调整衣物穿着。另外，沿海风强浪大，海上活动小心安全。接下来带您关心各地详细的温度预测。我是刘佳，我喜欢与您分享地球大小事、最新时事、国际脉动、财经动态，还有气象资讯。最接地气的新闻台，让你重要消息不漏接，聊天的话题也不脱钩。当然，更多新闻请锁定中视的 YouTube 频道，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还要开启小铃铛哦。